出手相救，姑娘客气了。若不嫌弃，想你子愿以身相许，能否让周通一睹芳容啊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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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啊！谁人不知这桃花摘连个母猪都没有啊！起来的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哎，谭当家的，哎，今天是你的30岁生辰，兄弟们几个合计杀一只猪，给你庆贺一下。这桃花摘连的母猪都没有啊！哎，看看那猪是不是母的？先生，这此梦到底何解呀？此梦福祸相依，祸福相伏，恩恨交缠，错综复杂。即是说，大当家的要有血光之灾，此为祸也。那福呢？原开桃花2朵半，大当家的要走桃花运了。哎。先生莫拿周通说笑，这桃花寨现在都快变成光棍村了，我上哪儿我撞桃花运去？再说了，桃花哪有开半朵的？至于这半字何解，日后自有分晓。日后，大当家的已经证实了，这头猪啊不是母的。来，
咱们端起酒碗，兄弟们，咱们一起敬大当家的。哎，哎呀，惭愧啊，惭愧啊。嗯，坐坐。人生苦短，如白驹过隙。我周通年已30，至今还未迎娶一位压寨夫人。细细想来啊，还不是因为咱们这土匪的行当，也连累了诸位兄弟，跟我一起在山上打起了光棍。弟兄们呢，咱们这可是桃花山呐！啊，寨子的名字叫做桃花寨，可是你说，他连头猪，他都不是母的。哎呀，这叫我情何以堪呢？所以，我决定了，择日下山，娶妻生子，过着正常人的生活。弟兄们，今儿个咱们吃好喝好，我先干为敬。老爷，嗯，这是小的特意为你包的乌鸡白凤王八鸽子枸杞汤。你刚才辛苦了，喝口汤，嗯，补补身子。老爷，小的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屁快发，别憋着。你看呐，老爷，你对待女人这个吧，不一定要那么简单粗暴，咱们可以尝试试一下，换一种温柔一点的啊，浪漫一点的。我的意思呢，是怕老爷你这个爱好传出去，会对老爷的名声有损。大胆，我就喜欢简单粗暴，怎么了？我就不喜欢温柔，怎么了？我看你小子是活腻歪了，啊！哎，老爷，你活腻歪，我给你解释解释。啊、哎，老爷，你还没明白？你小子，你啊，喝口汤，我喝什么汤啊？老爷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大人，镇远镖局的人来了。哎呀！镇远镖局青松少侠，威名远播，久仰久仰。哪里哪里，全仰仗江湖上的兄弟，还有白大人，你的台。这小伙长得挺标致啊，亏你是个男的，你要是个女的，我非把你拿下不可。白县令，白县令。这次请你来呢，是为了帮我送一趟镖。大人尽管放心，镇远镖局使命必达。青松少侠，这次可是非同小可啊，务必在4月初5前帮我送达京城高太尉的府上。实不相瞒，4月初5是高太尉60大寿的寿辰，本监承蒙高太尉厚爱，特意准备些礼物孝敬高太尉他老人家。嗯，原来是护送生辰纲啊！哎，你尽管放心，此镖交由镇远镖局，必定万无一失。好，事成之后我必定大大的奖赏。轻松谢过，那咱们就验镖吧。少侠，这边请。哎，大当家的，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。嗯，你要找压寨夫人的心情我理解，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意志消沉呐、啊，把咱们的饭碗给丢了呀。你看啊，山脚下那些孤寡老人，还有吴家的孩童，
他们可都眼巴巴地等着咱们接济买米下锅开饭呢。这马上就要入冬了啊，不说给他们每人置办几套厚衣服，这棉被总得一人一床吧。哎呀，不瞒你说呀，言之有理，其实我也正在盘算此事呢，还要不要咱们在入冬之前集结兄弟们，咱们再干他一票。有目标了？最新消息，白县令贿赂京城高台尉的生辰纲，明天上路。哦，咱们桃花山可是飙车的必经之地。哎呀，这说明老天爷是有眼睛，这是天赐良机呀。大当家的，你可得想好了，接了这单，桃花寨这地方咱是真待不下去了。替天行道，杀富济贫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为了山脚下的那些乡亲呢，拼了。嗯，拼了。官府运送的生辰纲必定会经过桃花山和二龙山之间的隘口，所以我们最佳的袭击地点就在这儿。好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只越货不杀人，只越货不杀人，只越货不杀人。大当家的，集合完毕。好，出发。兄弟们，前方就是桃花山的地界了，这一带经常有盗匪出没，大家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。好，都跟上啊，快。大当家的来了。桃花山小霸王周通在此。冒充我？给我上。这会儿冒充咱们不说，下手还这么黑，这是诚心毁咱们的名声。Yeah!
走。你们到底谁呀、啊？你是何人？哼，对于打不过我的人来说，不配知道我的名字。你等着！哟，好吧，哎，你们说，今天这事要是传出去了，后人该怎么看咱们呢？大当家的，要是懂咱们的，会夸咱们是江湖好汉，劫富济贫；要是不懂咱们的，会说咱们是穷凶极恶的土匪，龟孙王八蛋；会在咱们的坟上吐上一口痰，然后使劲踩进土里，恶心咱们身体，也恶心了咱们的灵魂。哎，小心点啊！哇哇，这么多！你说这个白瓜皮啊，为了乌纱帽搜刮了多少好东西啊！这不逼着老百姓闹事吗？要拿来了，拿来了，走，咱看看这位镖师伤势怎么样。嗯。姑娘，给你准备了一点药膏，快敷上吧。哎，金疮药。好啊。没想到这帮悍匪竟然如此狠毒。是啊，他们简直是太不地道了，而且竟然还冒充我小霸王周通的名号。啊，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小霸王周通。久仰久仰，在下镇远镖局镖师青松的妹妹清风。清风姑娘，你这为何要女扮男装护送镖车呀？哥哥前几日练功伤了膝盖，可是白县令这一单又不得不接，所以只能由我冒名顶替护送镖车。本来以为会顺风顺水的，可谁成想半路上杀出这么一伙盗匪来，差点丢了性命。还好有周大侠出手相救，要不然小女子早已命归西天了。周大侠，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请受小女一拜。这回咱们桃花寨终于是名副其实了。对对对，
通知各位兄弟，不用撒谎了，都留下来吧。得嘞。哎，老板。哎，这块怎么样？看看，这块糙了点儿。办喜事儿吧，得喜庆啊。就这个。行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再转转。我准备啊，给夫人准备点特殊的小礼物。啊，好好，走，咱们走，走。看看灯笼啊，庄老师，你跟踪我很久了。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那个等着呀。现在给你两条路，要么交出生辰纲，要死。有种别跑！你这也太坑人了，这哪是跑啊，这简直就是飞！快快快，带我去见紫月姑娘。哎呦，陈太公，要说我们家紫月呀，那可是揽月楼响当当的一品花魁。再说了，人家还是黄花大闺女呢。哦，这女儿家第一次嘛，你懂的。别着急，你再让紫月姑娘好好考虑考虑。姑娘，误会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，我只是路过。在下紫月，乃青楼女子，这身子被男人看了去，又打什么紧？我的不怕，你又害羞什么？男女授受不亲呐，这初次见面就看了姑娘的身子，实属不好意思。既然我这身子被你看着了，也不能白看不是？正好我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，你要是帮了我，咱们俩也就两清了，你愿意吗？
就在里面啊，我跟他好好说说啊。哎，好好好，哎，见一面就踏实了啊。行行行。我说子月啊，人家陈太公可是带着诚意来的。既然妈妈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就让陈太公他老人家进来吧。不行，有戏呀、啊！剩下的就全看你了。好，那我进了。进去，进去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好，慢慢聊。子月姑娘，我来了。陈太公，你先别着急啊，你先坐下喝会儿茶。啊，让子月为你歌舞一曲吧。哎，别大哥。不是，我是来找男人的。哎呦，找什么男人嘛？快快快！子月姑娘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挑这个？过来，好好聊一下吧。你就别跳了。子月姑娘，咱不如那直接一点，你就让我先进去吧。太公，你不要心急嘛。哦。想来太公你是累了吧？子月啊，刚从西域学会了一种松肩指柔法，能替太公你呀、啊、通经活络。不知太公你是否愿意一试呢？不，子月姑娘，我找你。太公，你来试一试嘛，这是最新的指柔法，特别好。来来来，你来嘛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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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几个我都包了，让他们去房间等我吧。好嘞，姑娘们准备着。帮你买了，哎，快上去，上去啊！一会儿近一点啊，听见没有？上，我赶快呀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子月，子月姑娘饶命，子月饶命，饶命啊！你跑哪儿去了？姑娘们都准备好了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哎呦！来来来，进来坐坐呀。哎，大爷上来看看吧。有人命了！真是，哎，这儿的姑娘太过狂野。我可消受不起啊！我在下告辞了。哎哎，你别走，别走啊！还没有问好汉尊姓大名呢。桃花山，桃花寨寨主。人送绰号小霸王周通。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小霸王周通啊。正是。哎呀，能被周大侠相救，小女子真是三生有幸啊。姑娘客气了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再说了，姑娘将我藏于这房内，也相当于是救了我呀。可是周大侠你有所不知，
紫月从小在青楼长大，却有如笼中之鸟，只卖艺不卖身，一直守身如玉。其实紫月一直就是在心中默默地等待着一个人，一个像周大侠一样的男人，能够带我离开这里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紫月愿意跟你走，做你的压寨夫人。哎呀，可是周大侠，紫月还是处子之身，如若不信的话，可以验明正身的。啊，不不不不不，哎呀，姑娘有所不知，其实在下刚刚迎娶了一位压寨夫人，正在山上等着回去拜堂成亲呢。周大侠，你放心，我来做小，紫月一定会心甘情愿地侍奉你，还有那位素未谋面的姐姐。缘开桃花两朵半，大当家的要走桃花运了。哎呀，好吧，那就只能委屈紫月姑娘了。这是你给夫人准备的小礼物啊，夫人不会喜欢的，别胡说八道。姓周的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夫人，你别多想啊，是个误会。误会？误会个毛！哎，不是个毛，真是误会。你听我给你解释啊。我不听。哎，你不听我怎么给你解释啊？松开你的爪子！冷静啊！别闹，别闹！松开！我不松，不能不清不楚啊！若姐姐真的有气，杀了妹妹便好。听闻姐姐乃女中豪杰，紫月啊，倒是想见识见识，你我不妨赌一局如何？若姐姐赢了，紫月自会消失；若不幸紫月赢了，还望姐姐能留下妹妹。莫非姐姐不敢赌不成？赌就赌，说赌什么？论武功，紫月乃一介弱女子，自然不是姐姐你的对手。不妨，我们赌酒如何？好，谁怕谁？妹妹，我跟你说，我七岁开始学武，我们家都把我当男孩养，人家家的女孩学的都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刺绣勾花、琴棋书画，我呢，我只会舞刀弄枪，打打杀杀，就成了这么一个男人婆。
哎，这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，我把我身边的男人都宠成了兄弟，苦不堪言呐。姐姐，你说的，妹妹都能体会。我从小在青楼长大，对各路男人那都是司空见惯的。姐姐你呢，你是没人要，而我呢，却是被人要。但是说来心酸啊，想要我的全都是一些外表上冠冕堂皇，内心却猥琐不堪的坏男人。子月留守着身子实属是不易啊，但内心深处妹妹也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单身狗。咱们就为这单身狗来再喝一杯，再干一个。刚见到姐姐的时候，妹妹心里很是震惊啊。我咋了？姐姐你好英俊啊，而且你的气场好强啊。姐姐你呢，虽说是一身男子气概，但是你的五官实在是很精致啊，尤其你看你的眉也长得太好看了。妹妹心里啊很是嫉妒呢。我们妹妹你才是大美人呢，就你这大长腿都羡慕死我了。姐姐喜欢啊，尽管拿去，从今往后子月的就是姐姐的。来咱们再喝。我告诉你啊，等咱们过了门，我们就是好姐妹，一定要好好互相照顾，相亲相爱，伺候好我们的如意郎君。看来今天晚上是打不起来了，大当家的啊，提前恭喜啊。刚刚看到一个长发白鬼，吓死我了。你是不是喝多了出现幻觉了吧你？哎呀真的，我真的看到鬼了，是个女鬼，就穿着白色的衣裙，就躲在那儿呢。吓死了。大当家的，有没有可能是咱们当年杀过的冤魂找上门来了？不能，我们都是杀富济贫，哪来的冤魂呢？哎，你说，穿着白衣服？哎呦，大当家的，我刚才看见了白影进了聚义厅了。啊？你看清楚没有？看清楚了。
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不能让二位姑娘被鬼吓跑。黑斌，啊，走，抓鬼去。啊啊！抓鬼。真的看一白衣服，会不会真的有鬼啊？哎，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吗？我看清楚了，千真万确。当时吧，就一个穿着白衣服。啊，嘘，小点声，小点声，听我说啊，不要慌，不要怕啊，听我说，堂堂男子汉，怎能惧怕这区区的鬼魂呢？待我探探这孤魂野鬼啊！你照顾好二位姑娘，听到没有？你放心去吧。我叫莹儿，我刚成亲不久，夫君就在战场上身亡了。我家里有个恶婆婆，她拿我当牛做马不说，还不给我饭吃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就想回娘家，可是我没有盘缠了。路过桃花山，我就把庙里的东西都给吃光了。为了方便，我才扮成这副模样。其实我就是想偷点吃的。对不起啊，吓到你们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样吧，黑皮，一会儿你去准备点吃的。你在这吃饱了，今天在这休息一晚上，明天一早我亲自送你下山。谢谢周大哥。把这个拿着。我不要，周大哥，你对莹儿的大恩，莹儿已经很难回报了。哎呀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我呢也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你看啊，顺这条路就能下山了。往后啊，找个好人家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啊。周大哥，这眼下到处都不安生，就算你给了莹儿这些银两，只怕到了山下也都被人抢了去了。莹儿身为寡妇，早就无家可归，就算回了娘家也会被兄弟们冷眼相待的。莹儿知道周大哥已经有了两房压寨夫人，如果周大侠你不嫌弃的话，莹儿愿意以身相许，给你做小的。姓周的，你给我解释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你放心，莹儿一定会和姐姐们和谐相处的。伺候好我们的如意郎君，这个好。好吧，
看莹儿姑娘如此可怜，只能让他们俩受点委屈了。周大哥。三位姑娘，你看你们这个在山上也有些时日了，咱们是不是尽早的把这个婚事给操办了呀？周大哥，你是想一个一个的娶呢，还是三个一块娶啊？啊，我的意思呀，是一块娶，热闹。关键是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坛花轿，到时候你们三个一块儿迎娶过门。一坛花轿，你想娶三个？有没有搞错啊你？成亲啊，得挑个好日子。这日子要是挑不好的话，那可是要难受一辈子的。就是周大哥，那这婚姻的规格是什么样的？你看看这天天野鸡野鸭的，人家都半个月没吃到鱼虾了，再这样下去，皮肤都不好了。不是想吃鱼虾这个事儿很容易啊。莹儿这话说的在理，这女人呐，护肤最重要了。咱们这山上风那么大，我房间的窗纱可是要加两层的。还有啊，俗话说女人是水做的，保湿才是最重要的。要是我们每天晚上都能泡一个热水澡，那才叫保养呢。就是啊，周大哥，我这头好几天都没洗了，再这样下去都要长虱子了。哦，我也是。你看你们都快秃顶了，你看你们脸上都是肉都了，没有，就是因为保湿上是要用蜂蜜才行。你看我真的了，脸上起疹了。我跟你说，不能这样澄清的，女人是水做的吗？怎么能这样澄清呢？啊，一点物质基础保证都没有，怎么澄清啊？这样男人不能嫁了。人家皮肤都好差了。走！快啊，白鹅，你快啊，快上去！用力点，上！快，加油！哎呀，加油！这羊怎么了？今天是上快上上快上上快上上快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加油！快上上上了！快啊！加油！上上上！对，上上了！上！哎哎！不动呢，别这样！大当家的，有什么事啊？别放在心上，这不还有兄弟们给你撑着呢吗？哎，你说。三个女人在身边，而我只能是望梅止渴，啊，不对，是越望越渴呀。说好的嫁给我啊，咋就突然变卦了呢？所以说啊，这女人的话，信不得。这三个女人绑在一起啊，确实不好对付。不过据我观察，这清风、紫月和莹儿。是面和心不和，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
十分微妙。我觉得此时此刻正是大当家你各个击破的最好时机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各个击破？嘿嘿，霸王硬上弓，生米煮成熟饭。这个女人啊，身子是你的，心呐跑不了。这样合适吗？太合适了。哎，那你说我应该对谁先下手呢？擒贼先擒王。清风。这腿比床还硬。紫月姑娘，我知道你身世坎坷，不幸坠入这红尘苦海，实在惹人怜爱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愿意照顾你，如何？寨主怎么突然这么正经起来了？真是让紫月大开眼界。寨主，你英俊潇洒，事业有成，紫月啊，也一直对你很有好感呢。来，春香苦短，我们尝尝香味。银儿姑娘，不要客气，来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嗯，你继续，我欣赏。好。哎，哎呀，这一撇写的真好啊，刚柔并济呀。哎，啊，这一捺写的也好，遒劲有力。周，哎，关键是这一点是绝了。周大哥，你还懂书法呀？啊，武当弄枪为主嘛。舞文弄墨为辅。哦。
哎呀，这是一首诗吧？周大哥，你好眼力啊！平时啊，我也比较喜欢吟诗作赋。哎，蝶儿姑娘，你看今日如此良辰美景，不如我们诵读一番。好啊。昨夜星辰，昨夜风。画楼西畔，桂堂东。真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要好好的感激两位姐姐帮我解了这次燃眉之急。这没什么，我们也就是闹着玩了。嗯，但不过呢，还真是没有想到，在桃花寨的这段时间啊，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了。那紫月姐姐，你是准备留在这儿跟着大哥一起了？我才不会嫁给他呢。所以二位放心，我是不会跟你们争的。嗯，这家你可以放心啦，你不用做小，这都是你一个人的了。我不要，我才不要嫁给他呢。你们谁想嫁谁嫁，反正我不嫁。其实我不是寡妇，我早就有喜欢的人了。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呀，就是跟我的意中人浪迹天涯，双宿双飞。趁着我们还年轻，干着我们想做的事情。我呢，
从小在青楼长大，想着呢，去云游四方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遇到自己真正的意中人。可是这谈何容易啊！妈妈却要把我卖给当地的一个糟老头子，我躲在这里，也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罢了。其实吧，我也不喜欢周通。我跟你们说了吧，本来呢，我还有我哥哥商量好，想着里应外合呢，去截获白县令献给高太尉的生辰纲。可谁成想，单独杀出这么一个小霸王来，还把我弄进这个山寨里来了。反正我想好了，等我伤好了，我肯定要逃下山去。我找个机会逃下山去，回我二龙山。哎，既然咱们三个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倒不如我们联起手来一起成亲，怎么样？一起成亲？想想看，洞房花烛之夜，周通坐拥我们三大美女，我们三个就轮流向他敬酒，把他灌醉到不省人事。何大哥，来，来喝嘛！好主意啊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当天晚上，黑皮和他那帮兄弟肯定喝得五迷三道，到时候我们三个分了镖仪，逃下山去，各奔东西。我觉得呀，咱们还是太操之过急了。本来以为得到他们的身子，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心。我觉得我们错了，要先得人心呢。周大哥，对不起啊，昨天晚上我们确实闹得有点过了，你就别生气了。周大哥，你别生气了嘛，我们三个就是在山上待太久了，闷得慌，想找点乐子。找乐子那可以直接说呀，不能折腾别人嘛。哎呀，你一个大男人跟我们计较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们三个商量好了，赶紧找个好日子拜堂成亲吧。啊，哎，不是又设计整我吧？哎呀，这次我们三个呢是心意已合，绝不反悔。真的？真的是吧？黑皮，挑个好日子把事儿给办了。得嘞。千万！
你谁啊？弟兄们，抄家伙！好，抄家伙！陈太公，你个老色鬼，你竟然还敢来桃花寨！你个老贼，欺人太甚！我告诉你，紫月姑娘现在已经是我的压寨夫人了，你再敢猖狂，别怪我的走水绿神枪翻脸无情！你们都误会了，我找的不是紫月，我找的是他。爹，我今天就是不活了，也不会嫁给那个白县令。我爹他真的不是色鬼，是你们误会他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镇上有一个白县令，他男盗女娼，打起了如意算盘。他串通当地势力，逼我嫁给这个无耻之徒。可是我爹他心疼我，不想嫁女，所以爹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，就是从青楼买个貌美的女子来顶替我嫁给白县令。没想到爹要买的女孩就是紫月姐姐。计划不成，我只好向白县令推迟婚期。可谁曾想，莹儿偷偷跑上了桃花山，我打探数日才知道他藏身桃花寨。这不，昨日白县令又给老夫下了最后通牒，如若再小朱女儿，就以修建桥道之名强拆我陈府的老宅。哎，老夫我也是被逼无奈呀，所以连夜带人上山来找女儿。哎，莹儿，爹对不住你了。可是若你不嫁给白县令，这个白瓜皮他可饶不了咱们全家呀。这个白瓜皮贪赃枉法，鱼肉百姓，贿赂高官，还强占民女，真是无恶不作，坏事做绝。陈太公，你放心，莹儿是我们的好姐妹，我们绝对不可能眼睁睁着看着自己的姐妹被白县令这样霸占的。对，你们说的容易，可是我们该如何应对呀？替天行道，福报安良。哥，咱们跟周通尽释前嫌，同仇敌忾，共同对付那个无恶不作的白县令，为民除害。姐妹们，咱们要联合起来，齐心协力，万众一心，我们要一起做一件大事。既然周通有这个胆识，这桃花山的兄弟我是交定了。哥几个都打起精神来，白老爷可是特别交代了，送亲路上一定要看住这个新娘子，绝对不能有半点闪失。放心吧，人在轿在新娘在。
停轿，停轿！我要行个方便。小姐，老爷特别交代，不许你离开轿子半步，你再忍忍吧。行啊，你们不让我行方便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要是把花轿弄脏了，丢了你们白家脸，到时候白老爷怪罪下来，我让你们一个个的吃不了兜着走。好吧，请。别动！快看，南院楼的花魁游街啦！哟，今天这么好的日子，谁敢跟我一天成亲啊？看看去。是。娘子，没什么事吧？没事。吃了熊心豹子胆了，敢挡我们白老爷成亲的路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李某有眼不识泰山，娘子第一次乘轿不太舒服，稍作停留，我们立刻就走。赶紧滚！赶紧给我让路！哎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实在不好意思。赶紧的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们，这是哪一出啊？老爷，这是揽月楼的花魁游行，有点意思啊！今天还有这节目助兴呢，巧合吧？好，太好了。小的们，上！
灵儿应该出城了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嘞。娘子，是我呀！谁是你的娘子？娘子，是我呀！让你胡说八道，不得好死！是我。给我闪开！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爷爷就是桃花山桃花寨寨主，小爸爸，周通。周通，你我远日无仇，近日无怨，你为何要坏我好事啊？欺男霸女，丧尽天良。爷爷今天不找你算账，爷爷手里这杆枪要找你算账。大哥的帮助，颖儿不上感激，特赠送画卷一件，略表心意，留作纪念吧。啊，谢谢姑娘。哎，等回去再看吧。你看，我们惹出这么大的麻烦，这桃花寨啊是待不下去了。所以呢，我决定随我的意中人浪迹天涯。我看此地不宜久留，你们也早做打算吧。你放心吧。我已经计划好了，准备带着弟兄们投奔梁山。那我们就先行一步了，若有缘，咱们来日定能再见。
多谢周大侠对银儿的照顾，在下不胜感激。时间不早了，一路保重啊，对他好点。银儿妹妹，多保重啊！保重啊！行了，既然误会已经解除了，你们也就别演戏了，大家好合好散。哎，当然也不能叫好合好散啊，我知道爱情这东西啊是不能够勉强来的，我也知道你们俩各有各的打算，给你们准备了路上的盘缠。黑斌，嗯，虽然咱们要各奔东西了，来日方长吧，啊，今后有路过梁山的时候啊，想见见我小爸爸，我一定对二位妹妹盛情款待。没有做夫妻的缘分，就当我是个大哥哥吧。行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一路保重吧。嫌弃的话，子月愿意留下来，以身相许，给你做小的。等咱们过了门，伺候好我们的如意郎君。这个话，你看看他头皮长痘痘，头皮也长痘痘，长瘦了，综艺的，就是保湿没有做好。你的意思是？竹篮打水一场空啊。